海一般的浩瀚，他念念传达的是心。但你要是不知道心即是世界，世界就是心的人，给你看大山，你只会感觉卑微；给你看大海，你只会觉得汗颜，你只会觉得委屈。所以那种心中叫什么？那叫觉心暗昧。觉心若是清楚的时候，看到什么他就能潜移默化，看到好的他就能张扬好，看到恶的他就知道该防堵什么，明明白白。那叫觉心灵敏。所以我说觉心灵敏时，心中若是清净时，一切善法本来在其中，它不是让你刻意去捏造依他才有善法，那叫达本，本立而道生，对吧？那道就包含一切善法，一切智慧。就刚就是，是吧？好像有一句话没跟你讲，就是说，这是中国老祖先的东西，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子孙都不学了，真的是对不起祖先。现在老师只是有一些，你说有一些科技文明或许可以接受一些西方的这一些彼此之间的互相影响，但是那心性上的东西，绝对还是中国的老祖先留下来的，是一切世界一切国度没有的东西，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体会不了的东西。那现在说就是儒家的有些就是封建，他真正的封建吗？他要用错都是封建，对吧？就像学佛的人，要在这你要真正知道念念之间在觉心上回头之时，现前的行为你就自然当下你就会愿意约束。这个约束不是因为学佛你约束，是因为你好要学习这念心时，你自然而然就会克制你现在不让你自己再造种种错误嘛，是不是就约束？所以约束当前你好像感觉到很多不自在，是不是？哎，不自在不是因为学佛让你不自在，是因为你过去业感太重，不自在了嘛。所以有很多东西拿这些圣人的道理，拿来变成这些封建的约束，那或许会让人家变成一种不自在。但是有的人刻意用它变成，故意变成一种，好像就是锁住这些老百姓的这些工具，那也是错用儒家的思想。这不是圣人的东西错，是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不会用，或者是有意恶用，那才是违背儒家的东西。只要他是真正封建的话，那孔子也不会周游列国，对吧？他就是劝说这些君王应该做什么，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他就是什么。尤其是儒家，其实像儒家的东西就跟中医一样，虽然现在已经在了，像台湾讲民国，现在讲说人民共和国，这样事实上就像老百姓做主的时候，可是你永远知道你心里面的世界永远都有一个心王。所以过去现在国土之中世间就有人王，为什么就有个心王？一定有一念心中的根本，它是一切念头的统御。你要是光明，要是用到世间法中，你立一个志向，那个志向都会变成你潜在意识里面一个统御相。那统御就是王。你有那个志向明确之时，一切念头就为它所摄受，那一切现前的种种念头就变它为主，那种沉着的作用，不是吗？所以中医都爱看你身体，都爱知道这些王臣这种现象。所以在意识之中，真正看到意识之当前，在心性上面这一些相中，它不是封建。可是世间朝代似乎有所改变，但是你心性中没有改变过。你用在心性里面，圣人的道理是从来一成不变，尤其是解脱的道理。所以你就像佛经之中有很多什么人王护国经，那人王就现在都是民主时代了，没有人王了。就算现在都没有人王，像台湾都是民选的，但你修心之时，你要看到心王，你要如何劝导心王以对万民？万民就是什么？你所有的一切种种念头、万念，然后你
举身才能够安民，叫举国贤安。所以有很多东西人家也是可以在心性中建立，将来心中的所有的一些自己自心的国土，你若是都能够如是明白，如是安立之时，那世界上不管它变成是有君王没君王的，你都知道当下你该做什么。所以不是谁封建不封建，是有很多真正圣人的精华精髓，你懂不懂得深入善用。7点钟你休息吧，已经减了5-6个小时了。啊，你先休息一会儿吧，没有问题。真的？啊，没有问题。我刚刚看几天好像有问题，刚好要问你一下，有没有问题？没有了啊。我啊，我明天小孩灌输太多，基本上没有了。基本上没有。慢慢来，基本上是慢慢来。以后没事，在家里面放假了，多看看经书。有些现代有些的这些东西啊，有些什么什么电脑东西，所以少看，先多接触接触那些古人写的那些文字。你心里一定要把那些古人那些道理那些量在你心中培养出一个量来，将来你再拿那些量做本，再来看现代人的东西，搞不好你才任何现代人的东西才对你有利。假如你没有那些古人那些量，那古人那些事实上为什么说古人那些量对你有帮助？因为古人所想的他都没有离开过心性，都没离开过心性。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中国留下来 古人的东西，尤其像佛法的那真正的精华精髓还在唐宋啊那个时候，近代的比较少，所以你也不见得能够看得到，也不是说真的好像好像现在很流通的。那真的流通呢，其实就是很重要，就是跟我们现代人很有意愿，所以不用急的来去吸收一些现代人的思想，现代的太多人思想都有很多的墨汁在里面，它不是全然毕竟圣人告诉你的思想是你站在对的角度以后，你深入各种环境以后，你会发现你所体会的你所纳受的领域是千变万化，它可以任种种地方不同、人文不同、接触不同，你居然可以包含变化不同。但是现代人思想就是硬邦邦，就这个，它完全不一样的，它下手就是不一样的。多那有人说读什么经，那就劝你最好读佛经。每放假来读一卷嘛，培福，培智慧。对吧，都是大男孩，将来要起大用。啊、哦、上点星星吧。好。好。